忠哥最近有关心一下小 S？ 没有这么冷吗？没，当然他有打电话给我，他有留简讯给我，跟我讲家里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当然保持关心的，对。谢谢。这两天吧，这两天，对对对，这两天会，嗯，对。哪一个环节最难过？就是你带他出来，因为现在有一个礼仪嘛，不管怎么礼仪都有，以前没表没有，就是带着那个女儿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手要交给男的，就交给我们的女婿。这个过程，你就感觉好像失落了一些什么东西，划不来一些什么东西。你结婚没有？你会了解的，以后你会马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划不来，然后有一点点舍不得。那伟忠哥最近有关心一下小 S？ 没有这么冷吗？没，当然他有打电话给我，他有留简讯给我，跟我讲家里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当然保持关心的。这两天吧，这两天，对对对，这两天会，嗯，好吧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小 S 没有看这场吗？没有，他妈的，好，谢谢感谢，最近。